我不是吴怡农，我叫洪建义。麻烦你们，可能很多人没有把票投议员投给我，但是在这边，不管支持我的、支持许淑华的、支持张茂兰的，或支持许家培的，或者我们中山区的选民，拜托，唯一支持这个是谁？吴怡农。唯一支持谁？吴怡农。到了立法院，吴思怀就交给吴怡农，好不好？好。如果吴思怀，哦，以他当军人的个性，他老是认为他是最冲最壮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他当选了，给你们一个承诺，六块鸡给你们看。我们1月11号把票开出来，打赢一场不可能的任务，赢了我们的对手以外，你们还有六块鸡可以看，好不好？可是很多人可能不见得想看，要看六块鸡找他，要看一块鸡找我，好不好？看一块鸡找我啦。哦，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立法院歌王，是吴怡农。会上一起来陪他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老，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，这一个情了解难爱难再度拥抱，爱一个人如何厮守到老，要面对一切我不知道。没有一起唱，现在我们把女歌手都拉上来了，希望大家共造一个温馨的气氛。我们现场有好几家的新闻台，把我们的爱，把我们的和谐，把我们的气氛借由他们转达出去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唱，泪也干了，真的深情。